然后这个，帮我往你的左手边放一点。好。我想要用上面的字把这个桌子挡住。上面的字是什么？就这个，我想要上面我在跑这个，把桌子挡住。哦，好好好。就往左边一点放，就刚好可以把它挡住。好。正常的事，我就不觉得那些中年人看得懂，因为就算看得懂，他也跟你一样会不记得。嗯，啊是啊 ，Racing Pigeon， 然后就应该差不多都会有这种感觉。哦，这个线，那一直以来都不够长。
Hello， 各位欧雅信鸽服务中心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丁嘉乐，嗨，跟各位一个礼拜不见，大家有想我吗？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在线上的朋友啊，首先上线第一件事老规矩，什么样的老规矩呢？就是我们要来分享，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好，来像我自己呢，像嘉乐自己也是用自己的手机哦，开着我们的直播。刚刚大家有看到我把手机往旁边移，对不对？好，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要来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你们公开分享了吗 ？Hello， 纪伟、耿耿，好久不见呐、啊，欢迎你，欢迎你，最近还好吗？来，昌哥，欢迎你哦。大家上线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帮我们公开分享。Hello， 健凯，欢迎你，晚上好哦。好，我也要来公开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所以呢，你们按了分享以后，左下角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的手机跟我的手机构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我就是按了左下角的这个分享以后，然后按撰写贴文。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下面写发布贴文，对不对？记得把它点成公开，然后按下发布，哇，你就分享出去了。那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是还有那个粉丝专页哈，那我通常正在播的时候，我也都会把它分享出去。希望刚好有看到我粉丝专页的好朋友们，也都可以来看我的直播。那可以的话，像如果啊，你们有加入一些歌友的粉丝页啊，还是歌友的社团 FB 社团，还有 LINE 的群组，你也可以复制连结。你按分享了以后，就有一个复制的功能，你就复制连结以后，你可以啊，像我现在也要把它贴给我一些好朋友，我就觉得他们应该要上来看一下这段直播，对不对？然后我就把它复制贴上，然后贴到这些朋友的群组啊，或者是甚至你要 line 这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超适合看我们节目，也可以 line 给特定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哦。所以线上的朋友不要错过现在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赶快把我们的直播通通都分享出去，要分享就趁现在，把握一下现在的机会哦。因为呢，你们现在有分享，有公开分享的朋友，最少最少要公开分享在自己的脸书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单元要送大家礼物。老朋友知道是什么单元吧？老朋友们，好，我们的单元就是咕咕 Q&A 的单元，会送大家好礼。那怎么拿好礼呢？待会再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我们的直播通通都分享出去，好不好？你们分享了吗？有分享了吗？我现在也很认真的在分享，那个直接啊私讯一些朋友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好啊，那各位呢，就是记得一定呢要帮我们公开分享出去，待会才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哦。嗨，日中，嗨，欢迎日中来了，中原，谢谢你们的分享。对啊，纪伟好久不见，今天看到纪伟，久不见老面孔，很开心很开心。那我们也希望呢其他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公开分享的话，赶快公开分享，然后上线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say hi。I say hi, you say hi 哦，今天就是去了一个需要保持一个疯癫状态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跟你们相处的时候啊，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比较自在，去试镜还是会有点紧张哦。谢谢中原，你要帮我贴到 LINE 上面分享，对对对，跟他们说这里有好礼可以拿，赶快赶快一起来加入我们，赶快加入我们。好啦，那么欧雅信鸽服务中心非常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公开分享之外呢，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的吗？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对不对？我很嗨，对，就是因为看到你们老朋友们，我特别嗨，好不好？就去试镜，整个就是惊起来了，真是很想再重新试一次。好啦，好啦，那我们呢，今天呢，
欸，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内容。待会呢会有哥哥看新闻，姑姑 Q&A， 这个大家都会知道的内容之外呢，今天呢我们也还会跟大家分享很精彩的民歌故事。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欧雅信歌服务中心主要就是提供给各位歌友们呢有一个很棒的交流平台，可以知道呢歌子要怎么样来防疫，然后呢育种，还有呢我刚刚要把防疫跟育种讲在一起了，防疫跟育种，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关一些奇怪，它好像怪怪的啊，我要怎么样让它可以飞得更好啊，飞得更远，飞得更快，更快回到家哦，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 paper 啦。嗨 ，Vita， 谢谢你的分享，建源感恩你。来，谢谢所有帮我们分享的朋友，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帮我们分享，但是是不是害羞了一点点？不要害羞，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多多的互动、聊天、打招呼哦。好啦，那我们呢刚刚有说就是可以提供歌友们就是有一个很棒的交流平台，除了跟我们交流之外呢，线上如果有其他的歌友，有时候也会分享他们的一些养歌的感想等等的，那大家呢在这个时候也有时候呢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同样是养歌的好朋友。我觉得朋友跟朋友之间交流就很棒，就像我跟你们之间交流就是朋友在一起，大家就很嗨对不对，很放松，就是那个感觉了。好，那么呢除了这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很棒的保健食品哦，像是我们的神州商城都有很棒的一些保健食品哦，大家现在在虾皮上面就可以买到我们很棒保健食品了，大家有买了吗？你们知道昨天是什么节日吗？大家知道吗？嗨 ，Poki， 欢迎你，谢谢你来，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哦。少平，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好，那你们知道昨天是什么节日吗？都知道吗？昨天是不是双十一？好，有些人说是光棍节，但是其实我觉得双十一已经变成一个就是购物节了，大家要疯狂的来抢优惠、抢便宜的节日，你们知道吗？欧雅信歌服务中心哦，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最好的优惠，而且呢，我们的优惠时间超长哎，到今天你知道吗？到今天才会截止。所以如果你昨天来不及下单的朋友，因为我知道在双十一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东西要买对不对，除了要买给哥宝贝的东西以外，你还要买家里面自己用的，可能是电器啦，可能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像女生的话可能会去买一些彩妆啊、衣服啊、保养品啊等等的对不对，那男生搞不好买一些 3C 啊等等。昨天就是一个抢优惠的日子哦，我们非常非常的贴心，让大家呢昨天可以抢，今天也可以抢，因为怕你们昨天抢其他的什么3C 啊、化妆品什么的，对，今天哎呀忘记来不及，过12点还没下单怎么办？今天还可以下单好不好？但是今天一定12点以前要记得下单。还好纪文没有购物吗？嗨家吗？这样称呼你吗？好，还是这个是姓黄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昨天是双十一，对啊，昨天是双十一，该买的买了没？欧雅信歌服务中心，我们的神州商城在虾皮上面又提供大家呢，就是在全家可以直接货到付款，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赶快，我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很重要，所以讲3次双十一的优惠，满2件就打8折了，赶快，只要满2件就有这个折扣，所以我个人都会趁平趁优惠的时候多带。像我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在网络上买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超便宜的，我就有多买，你知道吗？我买的那样商品，它同一个厂商今年很奇怪，今年它双十一那个产品没有折扣了，好奇怪哦。可是我去年买超便宜的哎，还好我去年买的够多，所以各位朋友你要囤货就赶快趁现在了。好，那我们呢，我们除了有很棒的一些
欧雅信鸽服务中心我们的神灸商城的产品之外呢，各位现在呢，因为准备要入冬了，有没有觉得气温真的是越来越降低，越来越冷了哈？那也特别要注意就是保暖，尤其是早上跟晚上，哇，温差实在是很大。那白天是比较稍微温暖一点点嘛，那晚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们去训练鸽子的时候，有时候很早出门，记得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嗨，魏真汤，欢迎你来。是的，是的，就像我们的 Poki 说的，通通买起来，买起来，趁现在赶快买起来，囤起来哈，趁便宜、趁优惠的时候赶快囤起来。那现在季节在变化，鸽子可能就跟我们人一样，可能很容易会感冒啊之类的，没关系，记得银翘伞可以呢，降低这个感冒发炎的机会哦。记得要让他们来提升免疫力，降低发炎，少生病，就要来用金牌银翘伞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南海比赛中这一次，我们线上有没有朋友是有参加南海比赛的？有吗？有吗？哦，这一次的南海比赛啊，听说有在时间内回来的鸽子，只有一只，是这样子吗？哇！居然只有一只，怎么可能？我是觉得还蛮惊讶的，居然只有一只。不过这个比赛的结果好像是听说还有待很好凶吗？哎呀，小花哟，我们小花也是我们欧雅信鸽服务中心的那个主播班底之一哦。哟，小花今天来，好开心哦。嗨，我的表弟也来了，喂，你还好吗？哦，表弟好像在国外哦。好啦，今天很开心哎。对呀，小花姐姐也来了，我好开心，小花姐姐来看我。好，那这个南海的比赛，我们线上的朋友是有参加的吗？有没有要那个现身说法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会只有一只鸽子回来？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我好想知道哦。那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后续的节目对于这件事情啊，也都还有一些后续的更新啦。那我们神灸的金牌保健食品啊，会提供鸽子最纯净、最优质的草本保健哦，而且呢，绝对是台湾制造，还有日本进口，所以大家呢，绝对可以用的安心了。好，那让鸽友朋友呢，都可以自在的养鸽哦，可以让鸽子保持在最好最佳的状态。啊，什么？大概在路上被吃掉，什么东西被吃掉了？你说鸽子吗？被什么吃掉？好可怕哦！不要吓我啊，小花。好啦，那我们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就是哥哥看新闻的部分了。好啦，不免俗的，哥哥看新闻的第一个新闻呢，通常就是跟天气有关了。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在台北哦，就是台北有稍稍的飘雨，大家出门有带个雨具吗？我今天出门前我就有想说要不要带个雨伞，后来想说还是带把小雨伞好了。啊，有这么冷吗？纪伟，南海有这么冷吗？会被冷死吗？应该不至于吧。天哪，你们的答案我都觉得好恐怖哦。还是他们中途去看电影了，因为最近好像有一部动画还蛮红的哈。好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其实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是在因为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呢宜兰的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所以在宜兰的朋友，有没有线上的朋友在宜兰？可以说嘿，我在宜兰，我在这儿，这样子。好，记得可以打字跟我说你在哪里哈，那我们就可以特别来提醒你说，你那个地方的天气你要特别注意什么？像这两天啊，宜兰地区啊，东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还是要注意，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雨，而且天气也会比较凉。那北部呢，就是指那个桃园以北，好不好？东部、东南部地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中南部的话是在山区的部分，各位要特别的来留意一下了。好，那东北部的地区哦，就是雨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大，所以出门记得一定要带雨具。然后呢，不管你在哪里，早晚记得多带件外套，多加件衣服，好吗？
炭治郎。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宗元也帮我们来就是补充一下，说七级的逆风太大，非常困难哦，时间内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风力比较强，逆风哦。好，了解了解，原来是这样，原来如此，谢谢宗元有帮我们来就是更新我们的这一次南海的比赛的消息哦。才俊 ，Hello， 欢迎你哦，欢迎欢迎啊，我有时候对着你们讲话，可是眼神是在看那个手机哈、哦。对，因为我是看手机才知道你们打什么字。好了，接着第二则新闻是什么呢？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有跟各位来分享，有一只叫做阿曼多的鸽子，它是以天价台币大概是430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因为有汇率的关系，我们是换算过了，所以是约莫4300万台币的价格呢，哎，高额拍卖出去，对不对？阿曼多已经很厉害了，最近又有一只新的鸽子又破了这个记录哦。好，就是比利时的赛鸽新金，它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鸽子，在竞拍当中呢，拍得了高价台币4500万的金额，哇！很惊人，对不对？小花鸟幽默、哦。好，中原说当日可以归返的就很强了。哇，真的是对鸽子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真的是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平常鸽子就要有很好的训练之外，其实他们的饮食啊，还有一些保健食品，真的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哦。好。那个纪委说，每次鸽子都被吹到遥远的深渊的，好可怜哦。好啦，希望他们呢下次还是有机会可以获得很好的成绩哦。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比利时这一只鸽子哦，它呢就是被拍到那个英镑120万，就是台币4500多万的价格，成为台。就是全世界啊、哦，这个价格最高昂的鸽子，所以呢，这只鸽子它叫做新金，我们翻成中文叫新金啦，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New King， 好、哦，是那个要闭嘴巴那个 King 哈、哦、，M 哈、哦，然后呢，在网络上拍卖的时候呢，以180英镑开始竞拍，然后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那这只鸽子呢是2岁，它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参赛者。目前它的这个成绩是，成绩啊，就是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记录。而且呢，你知道它就是距离现在啊，距离这个结束的时间还有9天，在300次的报价之后呢。目前呢，就是在4500万这样子的金额拍出去。好，鸽子的身价，哎呦，小花怎么这样说呢？纪委，你是说你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吗？你的青春吗？纪委啊，青春哦，鸽子会回来啦哈。因为有一些小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的鸽子都会回来啦，好不好？好。纪委回答小花嘛，久了你的身价就会比鸽子好更多。我跟你们说，一般呢，很多路边的那种野鸽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他们的价值，哎，之前好像跟大家聊过，一般的野鸽他们好像一只在台币60块哈、哦，那是就是最一般的鸽子，所以鸽子可以训练到可以有这么高的身价，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哦。就像人类嘛，人类也有那种什么明星或是什么企业家，或是可能一些政治人物，他们的身价也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的这样的市井小民比起来的话，我们就是很微不足道。但是每个人呢，只要努力不懈，都有机会，好不好？你的身价都有机会迈入千万，有机会，好不好？人人有机会。好了，那接下来呢？哎，我们也要就是跟大家先复习一下之前聊过，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跟大家聊过军歌这件事情？军歌，好，记得吗？在以前的战争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军歌来做一些飞鸽传书的工作。好，这一次呢，你知道有两个夫妇啊，他们在
散步的时候就捡到了这个百年以前的，哇，这根本就是时空胶囊了吧，捡到了一个胶囊，这个胶囊呢就是百年以前的军歌留下来的这个很机密的一个信件哦。小花，你怎么这样说？真的真的，我觉得人生什么样可能都有，好不好？养鸽的朋友也是，也许下一次比赛你的鸽子就拿冠军了。好，我们的人生也是，也许呢，就是下一次小花她也是有在写部落格，对不对？也许下一篇文章你就爆红了哈。真的真的，人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好，就像呢这一对夫妇他们捡到了这个时空胶囊，哎，你怎么可能没事在路边走一走，然后就捡到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价值、历史意义的这一个以前的鸽子留下来的飞书，它装在这个胶囊里面。大家有看到图片吗？图片这个铁的胶囊里面哦，根本就是时空胶囊来着的。那他们捡到的时候，因为就打开了以后就哎呦，里面写什么都看不懂，于是呢他们就把它拿到了在奥尔贝的林格纪念博物馆里面去哦，就拿到这个博物馆。好，那交由这个专业的人来做辨识，然后根据专家的分析确定这一封信是由鸽子来传递的。那是当年呢由德国的普鲁士军官他写的，那内容呢是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在当时的德军占领之下与小镇英格斯海姆呢进行了演习的行动。那这个信件它的日期啊，它上面是写7月16号，年份比较模糊不清哦，因为时间已经久远了。但是呢这个专家判断说可能是1910年到1916年这之间的一个信件，这个非常非常难得一见哦。所以呢我们也许走在路上你就捡到一个恐龙化石之类的也是有可能的，好不好？好，明慧为什么要跟鸽子比身价？在跟小花讲在跟小花讲是不是？好啦，就是小花呢也很期待有一天他可以以4500万卖出去。哈，没有啦，开玩笑。好啦，那这个时空胶囊是当年呢这个军哥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所滑落的，所以呢捡到了这个非常有历史意义价值的东西。所以你平常在散步的时候，地上的东西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物啊、宝贝之类的吼。但是如果是红包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就因为不知道红包是代表什么意思吼。好啦，那我们呢已经聊完今天新闻的部分，接下来各位线上的朋友，你都已经帮我们把今天的直播公开分享出去了吗？各位？都已经公开分享出去了吗？很重要哦。好，中原说是那天出生的，你是刚才那上面7月16出生的吗？是吗？是吗？你是那天出生的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咕咕 Q&A 的单元啦。好，这个单元呢我要送礼物了。那有送礼物的话呢，首先呢要符合这个答题的资格，答题的资格就是你有公开分享出去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待会呢这个题目你要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以后我们会在明天中午的时候从这当中符合资格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抽5位幸运的朋友，你将获得食神散的试用包，还有姜黄生态锭，好，总共会有5组哦，所以你会获得2样礼物，好不好？马夫弟，嗨，马夫弟，晚上好啊，欢迎你来。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如果你家里面有挂那个日历月历的，你待会抬头看一下你的日历啊月历，我旁边其实没有日历月历，我只是示意一下，假如我旁边有哈，你就看一眼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很简单，就是今天是1月12号嘛，1月12号呢它是对不起，今天是11月，太嗨了，今天是11月12号。那11月12号是什么节日呢？
是什么节日？嗨，赶快回答起来哈！好了，我们有三个选项啦。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话，请看选项。选项 A， 国父诞辰纪念日；选项 B， 行宪纪念日；选项 C， 是开国纪念日。请问是哪一个答案呢？哪一个答案？请作答，请作答。这样好像有点卡。好，画面会卡吗？我看到的是有，有点卡，对不对？对。哦，你就趁这个时候缓冲一下好了，趁大家看题目的时候。好，那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今天的题目，好不好？以防大家觉得有点卡。好，就是今天是11月12号，那它是什么节日呢？选项 A， 国父诞辰纪念日；选项 B， 行宪纪念日；选项 C， 开国纪念日，是哪一个答案呢？大家看到我的画面还是卡的吗？大家看到我的画面还是卡的吗？各位亲爱的朋友，好，来告诉我一下你们看到的画面是如何的？卡的。稍等我们一下下哦，那声音听得清楚吗？大家作答了吗？好的，那大家都作答了，我看到大家的答案了。那画面可能有一点卡，可是声音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得到了，对吧？中原有，我有看到你的答案，我有看到你的答案。好，那还没有作答的朋友赶快来作答哦，因为我们的题目也有显示在字卡上面，所以如果大家觉得画面卡还是可以直接来作答，没有问题。那前提还是要有公开分享跟回答正确我们的答案。好，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那大家应该都听得到主播的声音。主播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呢，我们这一次所送的礼物、哦、我们刚才有说，这一次呢所
送的赠品是食神散的试用包，还有姜黄生态锭组合呢，共五份。好，那食神散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它主要可以舒缓鸽子的腹泻啊，可以让像是鸽子的一个益生菌一样，它在整年度都适合来使用哦。那如果你的鸽子啊，它有发炎的现象，或者是在赛期的话，也都可以来做使用哦。那它主要就是可以改善信鸽的消化机能，使它的排便正常。那如果呢，你觉得你的鸽子它有消化有异常啊，腹泻、下痢、赤痢等等的，都可以来做使用。那夏天的时候，如果信鸽有热紧迫的话，也可以搭配银翘散来使用。那每天呢，每公斤的饲料只要添加3到5克就可以了。它里面的成分呢，有像是可以补中益气的党参啊，还有呢温胃暖脾扶正去邪的功能。然后呢，里面啊还可以有木香，木香它就可以主治食欲不振啊，还有腹胀疼痛，还有下痢。还有它的就是有拉肚子的现象，那里面还有黄连、黄柏，就属于天然的抗生素，也可以退肿、消炎、杀菌、止痛、镇定神经。好，那我们这次也有说要送姜黄锭给大家，对不对？好，姜黄锭的话呢，就是有去除寄生虫、抗发炎、抗氧化的一些效果。它里面呢，就是不是药物，也不会伤害鸽子，可以抵抗各种的细菌。就像我们人类啊，有时候也会吃一些姜黄相关的保健品哦，就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它的配方比例是针对性鸽哦。好，马夫弟，我有看到你的打字。虽然主播的画面卡卡，可是那个声音相信大家还是听得到，你们打字我也看得到。对，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强调啦，就是双十一是昨天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在12号也断掉了。哦，好，他自己断掉了吗？对，所以到底是电脑问题还是网络问题？大家都有收音吗？
Hello，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欧亚信鸽服务中心。哎，我们的直播呢，现在又再度开始啦，欢迎你们回来。你们就当作就是你们平常看电视节目啊，新闻也都会有广告，对，刚刚是广告时间，那你们去上厕所的啦。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节目当中了。嗨 ，Koi， 空邦哇。好，来，那线上的朋友，那一样哦，帮我们公开分享出去，帮我们公开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线上的朋友，好，可以的话帮我们一样公开分享出去。然后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食神散嘛，它是鸽子的益生菌，整年度都可以来做使用。然后呢，还有讲到这个姜黄定可以去除寄生虫、抗发炎、抗氧化。那以及呢，如果大家是不是我自己的手机看到我是停格的，各位朋友看到的我是好是 OK 的，好，那就好，那应该是我手机的停格。好，来，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虫虫镜。虫虫镜呢，它其实呢就是镜万灵的宠物版，好，就是给你的猫猫狗狗啊，还是就是你有其他的宠物都可以来吃。因为呢，很多歌友们就是反应啊，就说哎，你的这个镜万灵真的很好用，哎，我的狗狗可不可以用啊？还是我的什么其他宠物可以用吗？哦，都可以用。我们的虫虫镜现在就特别为了猫狗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宠物推出了这一个镜万灵的调整配方，也是全天然，没有添加化学药剂，纯草本药材，帮你们家的毛小孩驱除寄生虫哦。好，来，那像是很多的歌友家里有养狗狗，对不对？那刚好呢，虫虫镜就可以给你的狗狗来使用了。线上的朋友，你们有帮我们重新分享吗？好，要记得要重新分享一下哦。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节目的第四部分啦。第四部分要介绍的就是来自台湾的鸽子保健食品，我们的金牌银翘散，还有金牌肝胆灵。好，我们先来讲银翘散好了。银翘散呢，它就是鸽子的一种清心散，也是全年度任何的时期都可以使用。不管呢，这只鸽子它是幼鸽、成鸽、比赛鸽还是育种哦，比赛时期通通都可以来做使用。那它主要呢是用在什么时候呢？比方说夏天闷热容易中暑的时候，因为它可以清热排毒，降低热紧迫。那另外呢，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那像是现在的天气就比较容易感冒的那种天气啊，就很适合来做使用，可以提升它的免疫力哦。那里面呢，像是金银花、冠叶连翘呢，主治清热解毒、下利脓血。就是我们平常如果你有时候感冒是那种热咳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也会给你开这样子的药方。好，如果你是去看中医的话，那里面呢，哲贝沙参呢、桑白呢，就是可以治肺热燥，然后也是属于那种热咳的时候可以来使用的一些药材。所以它可以抗发炎、降低紧迫，还有降低流感感染死亡的这个机会哦。好，那所以呢，无论它是有流感的症状还是有中暑的问题，都可以来做使用哦。那每天只要饲料里面加3到5公克，在1公斤的饲料里面就可以来做使用了。那另外我们还有肝胆灵哦。肝胆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鸽子的鲜精哦。鲜精就是对肝好的一个健康食品嘛。那鸽子呢，它们的肝也要顾一下，因为他们飞出去又飞回来，不是啊，放出去又要飞回来，那有时候他们是要飞好几天几夜的，要熬夜，大家都知道熬夜很伤肝啊，我们人类也是，对不对？好，就是熬夜呢是非常伤肝的。嗨，常静人，欢迎你。好，来，谢谢有帮我们重新分享的朋友们。那我们呢
也要让鸽子可以来够刮紧嘞哈。我们的鸽子呢，它也要顾一下肝，所以就非常重要了，要让它来使用肝胆嘞，让它呢就算是赛期熬夜这样飞哈，也可以飞得顺顺稳稳的，精神很好。那当然不是只有在赛期使用啊，平常就要用，平常就要保养嘛。你不可能平常操练然后累得要命，然后突然赛期才开始使用，对不对？所以平常就要做保养，那就可以疏肝利胆啊，减缓发炎，抗发炎。好，那使用的时机呢，就是比方说你觉得它有发炎的现象，或是保养也可以用。那如果是有一些症状，像是肝炎、腹膜炎、淋巴炎的时候，还有夏天热紧迫的时候，可以搭配银翘散一起来做使用。那信哥呢，他如果有肝脏肿大病变的时候，也特别要来做加强。平常呢，就是一样加一瓶匙哦，就是每公斤的饲料加3到5公克，高风险的时期就是2汤匙，大概5到7公克，这样来做使用啊。那这样大家会用银翘散还有肝胆灵了吗？赶快趁现在双十一的优惠的最后一天，就是11月12号，今天最后一天，可以赶快来带，因为我们只要呢有2件商品开始起跳的话，我们就有打8折，要赶快来带哦。好，谢谢清零帮我们分享，晚上好哦，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有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影片啊，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的鸽舍长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大的一个养鸽场，它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好，可以看到它的鸽舍，它的面积非常的大，而且呢，鸽子哇挤在里面，很多很多，对不对？哇，这个面积有多少坪啊，我的天哪，而且里面的鸽子这么的多，多到不行，好，多到不行。那这个鸽舍啊，虽然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室内里面大部分都是灰鸽，好，好像白鸽比较少，它其实会把它的鸽子用不同品种来做一个分类。那你现在就是看到刚刚有看到它喂饲料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间就是同样的鸽舍，但是它有分不同的，就是就有点像你去学校宿舍有分男生女生或是什么主管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是去公司的话，可能会主管啊员工什么之类的，会不同部门有时候做一个分类。那鸽子它是用它的品种来做分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呢，有看到它是不同的一个房间，有点像不同房间的概念。然后呢，它里面啊，不管是上面的这个梁柱啊，还是它边边的这些横杆，还是地上，全部都站满了鸽子。然后现在也可以看到它要喂鸽子喝水啊，还有前面刚刚有那个喂鸽子吃饲料的一个画面，老妈都有看到吗？好，我们再看一次，哇，它总共有几间啊，超级无敌大的耶，顺了哦，是这样顺了，对呀，顺了耶，开心开心。好，然后我们又看到这又是不同羽毛颜色的鸽子，好，这边养的鸽子非常非常的多。好，一般我不知道各位鸽友们，如果线上有鸽友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一般大家的鸽舍大概都会有多少只鸽子哦。这边哦，随便看我觉得好几百是肯定有的，有没有破千？你们觉得？我觉得超过了，我觉得很多，对不对？一定有破千，一定有破千只鸽子。好，那他们就是会做一个就不同的品种的一个把他们分开来。可是我觉得这么多的数量啊，不知道他们在管理上面会不会需要比较费心哦？因为谁是谁啊，就是鸽子不是就是都有那个脚环上面有它的环号嘛？那有的还有取名字，有些是没有取名字，只有环号。那取名字的通常都是比较优秀的鸽子吧，或是反正就主人比较喜欢的鸽子。然后世章问问题要重新回答吗？
好，来，小哥哥，我们问题要重新回答吗？青灵说里面的鸽子肯定过钱。重新回答的话，就更有机会抽中啊。好，我们就是如果这一段节目也有看的朋友，待会姑姑 Q&A 的问题帮我重新回答一次，但是我们会整合两段都有留言跟公开分享的朋友，好不好？那当然就是两段都有分享跟留言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几率就会更大，因为等于就是一个人可以，就有点像抽签，有没有？抽签你就丢了两张签，人家就只有一张，那、你丢了两张进去，这种几率更大哈。画面没声音。然后，哦，他说影片没声音了。影片没声音哦，对，因为这个影片是好像是蒙古语的影片，对对对，所以怕大家可能听不明白。好。这养起来，世章说养起来头大。对啊，这么多谁是谁啊？这么多鸽子，鸽子不是还是要分谁是谁吗？不是都还有名字啊、环号之类的？就是这么多谁是谁啊？哪位啊？你哪位都不知道，应该管理上会蛮辛苦的。只是喂他们吃东西啊跟放飞应该还好，但是就是管理你还是要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吧。就像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你的学生很多，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学号、自己的名字吧，就是不可能学生就不管了，就这样混在一起吧。对，所以这个鸽舍感觉养起来真是很辛苦哈。谢谢有重新帮我们分享、重新作答的朋友。小哥哥说很想去现场看一看，我觉得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好，那这一段呢精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好，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神鸠金牌系列的产品啊，如果你们要到实体店面购买的话，你可以去正风歌店、冠军歌园、冠州赛歌用品，还有天雄歌园都可以买得到咯。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强调是不伤歌声、纯天然中药草本，而且取得台湾农委会生产许可的 GAP 认证汉方植物原料，还有 ISO 22000 HACCP 国际食品认证的一个生产流程。那我们呢在萃取它的这个植物里面的成分的时候，是利用超临界 CO2 萃取的特性哦，取代传统溶剂的方式来萃取。那传统溶剂的方式，你可能溶剂会有残留物，但是我们使用的方式不会有任何残留，而且呢就是萃取的成分会更高更天然哦。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我们特别从日本进口的赛能钙哦，那赛能钙呢就是日本原装，就是一体钙。那这一体钙无论是幼鸽、成鸽、讯飞、育种也都可以来做使用，那主要就是可以给他们补给能量。因为呢在各个年龄的阶段呢，他们是小朋友的话要长大嘛，要强筋健骨啊。那成鸽的话呢，好，我们现在看到赛能钙的画面哦。好，那成鸽的部分呢，他们也是需要继续保持他们的那个筋骨要很够强，对不对？好，在训飞的时候更是体能很重要，我们需要它的续航力很够，就像你的手机续航力很够，你就可以用很久才要充电一次一样的意思。那赛能钙呢，就像可以补充它的电量，就像它吃了赛能钙，就像加了这个行动电源的一个能量哈。好，育种的时候我们希望诞生出来不要有软壳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各个时期都很适合来使用。那里面还有牛磺酸呢，就是我们平常喝的一些能量饮料、提神饮料里面也都会有牛磺酸哦。它里面呢就是可以让他们保持体力啊，然后钙离子啊也是可以强化他们的骨骼，让他们呢飞得快又飞得远，赶快赚钱回家哦。好，那它精确的比例配方不会伤到鸽子，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成长哦。
然后比赛呢有更好的成绩啦。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赶快到我们虾皮的神揪商城赶快来抢购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民歌故事馆的单元了。民歌故事馆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故事呢取自于我们的唯一赞助厂商赛歌大亨哦，那大家也就是可以去帮他按赞一下了。那里面都会有一些鸽子的奇闻异事啊，还有养鸽名人要分享的一些故事哦。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跟我们稍早不是有跟大家分享那个有人捡到以前的军歌飞鸽传书留下的一个时空胶囊一个信件，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支军歌非常勇猛的故事哦。那这支军歌呢，他参加了越战。好，那他的名字叫做 Mary of Exeter。 好，那他的就是 Exeter 呢，他是一个英格兰艾克塞特的一个歌社哈。那他呢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在国家歌社进行多次的军事任务哦。他呢有将重要的讯息透过英吉利海峡传送回他英格兰的这一个英格兰的埃克塞特这个歌社哦。在1945年11月呢，他也因为表现非常的杰出，还特别获得了这个勋章哦。哇，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在他的歌社啊也是一个传奇。为什么？他曾经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之后还幸存下来，当时呢已经缝了22针之多啊，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厉害。那他是一支雌鸽哦，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支女特务的一只鸽子。好，那有一次呢他在驻守加莱海峡的德国保卫战的时候呢，遭到鹰派的袭击，他的脖子还有右胸也有受伤，在返家的途中呢就受到很重的这个伤。那他在休息之后，回去休息之后，在2个月之后又继续的来服役哦。所以他其实是多次的受伤，然后又再次重新服役，所以非常的厉害哦。我们也感谢这些军歌在这些战士里面哦，为人类做出的奉献。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参加咕咕 Q&A 的朋友一定要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赠品是食神散还有姜黄锭，总共有5位幸运的朋友哦。那今天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的11月12号今天是什么日子哦。好，那我们有3个选项， A 是国父诞辰纪念日，然后 B 是行宪纪念日，然后 C 是开国纪念日，是哪个答案呢？大家也可以赶快，如果你还没有回答的话赶快回答一下，还没公开分享赶快公开分享一下，最后的机会了好不好。那我们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也是最后在11月12号我们的虾皮商城神揪虾皮商城呢来购买的话，享有双11的优惠的最后一天。双11的优惠现在是就是只要满2件商品哈，你就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而且我们还有满千免运以及支援全家货到付款，是不是非常棒非常优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抢购的话，拜托一下，麻烦一下，今天12点之前赶快上我们的虾皮商城哦，因为遇时不候，好，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好啦，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啊疑问，都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或者在上班日好，就是礼拜1到礼拜5有正常上班的日子的时候，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02-2700-1148 02-2700-1148。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期待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咯。下个礼拜应该是 Taco 会在这边陪伴大家，那嘉乐呢下次跟大家见咯，拜拜。